在这个中秋佳节来临之际，我们献上我们最诚挚的一个祝福和感谢，在祝您和您的家人中秋节快乐，阖家团圆。在此中秋佳节之际，我想送上我们最诚意的感谢，感谢你们这么多年的支持和配合。那借此中秋佳节，就是祝你们团队、你们公司蒸蒸日上，事业大展宏图，也希望你们中秋快乐，阖家团圆。谢谢。